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，很开心看到狮子会300A3区在星期天早上举办登山健行、保护动物及防治糖尿幸福 Go 的活动，用心宣导动物保护与预防糖尿病的观念，鼓励狮友与狮子家庭走出户外，让台北成为充满活力的运动之都。国际狮子会300A3区于113年的12月22日早上9点，在木栅动物园举办糖尿病亲子健走以及爱护动物的这样一个活动。我们希望呢，广大的台北市民一起共同参与。而今年正好是我们木栅动物园呢建园110年，我们就跟木栅动物园合作，在这样风景秀丽的木栅动物园举办健走活动，希望大家能够在健行的同时学习到更多的关于动物的保护的重要性，并将这份关怀延续到日常的生活中，希望宣导大家呢爱护身体，预防糖尿病，户外运动。同时呢，如果小朋友一起参加呢，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只要是亲子一起参与，就有伴手礼致赠给您。同时我们会邀请非常有名的医师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预防糖尿病。我们还有有奖征答活动，一题呢200元，答对你就可以拿到200元哦。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，我们一起来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。最后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让我们一同为健康、为动物、为更好的明天努力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每一位狮友用行动支持动物保护相关议题，以及关心身边的糖尿病友与慢性疾病防治。祝福狮子会300A3区登山健行活动圆满顺利，大家有个健康愉快的周末假期。